肯尼亚选举委员会话定于10月17号举行新的总统大选。选举委员会是根据肯尼亚最高法院的裁决确定这个日期。最高法院以上个月大选点票过程不规范为理由宣布选举结果无效，并且要求在60日之内重新举行大选。肯尼亚独立选举委员会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下个月选票上只有现任总统肯亚塔和反对派领袖奥廷加以及他们的竞选伙伴。在上次的选举当中，肯亚塔以140万票超过奥廷加获得的选票。奥廷加和他领导的政党对选举结果不服，并且向肯尼亚最高法院上诉得席。